第十五课，大学生可以打工吗？第一部分，学习课文。课文一，生词。打工，挣钱，告诉，要，会，当，合适，可以，辅导，互相。专名，汉斯。课文，朱云这学期不太忙，他想打工挣点钱。林娜告诉朱云，他的朋友汉斯要找一个汉语老师。汉斯会英语和法语，不会汉语。他要学习汉语。林娜觉得朱云当汉斯的老师很合适，他可以辅导汉斯学习汉语。他和汉斯也可以互相学习。课文二，生词。能，大学，餐厅，或者，办公室，帮忙，放假，旅游。课文，马丁，在美国，大学生可以打工吗？可以，很多大学生都打工。学生一般能做什么工作？学生可以在大学的餐厅、图书馆或者办公室帮忙。可以到公司去工作，也可以去当老师。放假的时候，你也要打工吗？我不想打工，我想去旅游。课文三，生词。会，假期，回，开，车，陪，帮，量，比较，感谢。专名，泰语。课文，放假以后，我想去泰国玩，可是我不会说泰语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很多泰国人都能说一点英语。太好了，假期我也回家，我可以开车陪你玩。不用，我知道你假期还要去工作。你会不会开车？会。我可以帮你租一辆汽车，开车比较方便。非常感谢。补充词语，试衣服，打网球。一，听读变调，三声加轻声。怎么？喜欢。早上，晚上，北边，你们，四声加一声，假期，大家，面包，律师，唱歌，汽车。日常用语。一，
下星期一到泰国的航班还有票吗？二，我要2张11号到成都的硬卧。